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了，来玩崩坏三。有网友留言说他想看我玩崩坏三，可是我崩坏三只有玩一期而已，就想说有空再玩，然后就没有移除啊，一直放着在电脑里面。然后说实在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玩了，怎么玩不知道啊。好，玩家，我连 ID 都没改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连 ID 都没改啊？怎么改不知道？那我把它改成视窗滑好了。好，我现在用摇杆嘛，它有一些有时候会秀出来，比如说这个 A 嘛，主选单返回，这个改变是不是？改变我们队长帽，这个有一些热键的组合。然后账户，好，那先一个一个来看吧，就当做又是重新来过，重新来过，啥都不懂。月卡福利等级包，一键领取600钻，7月5号的福利哦。今天都已经7月底了，公告。好，你还有 Hio Lab 签到，这个应该是到网页签到吧？因为我玩原神的时候会有一个网页可以签到，然后可以拿奖励这样。原神我今天还没登录哎，天哪！我有抱怨说我赶快登录一下，拉一下那个原石。哦，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啊，因为我都没玩。啊，这边有抱怨吧？是不是？我、哦、这是新手手厨吧，三三，稍微看一下，武装厨子，这里啊，月卡在这，170啊，跟那个原神一样，原神也是170，然后每天可以领60水晶，原神是90吧，不是80，90的样子，不一定啊，要看你这个卡不好抽，聊天室。这个算是老手游了啦。我上次好像我自己玩一下，玩到180。然后我可以用摇杆吗？可以啊，它可以滑鼠跟摇杆同时使用，像那个原神就不行。原神的话，如果你用鼠键的话，就是鼠键；摇杆就是摇杆。还有那个分开。好，我现在不会玩哦，完全不会玩，因为摇杆。就我边玩边学习，太久没玩了。啊，应该说我只玩一期而已啊，事实上也不会，不太会。好，这个奇亚娜就是女主角哦，崩坏二也是她，崩坏学院嘛，然后有一些丧尸啊，僵尸啊。然后崩坏三就是未来科技吧，整个都未来感。好，我们是拿双枪。它的语音就是过场动画才会有。ブロイネちゃん、キアナちゃんの誕生日は12月7日よ。密码是不是啊？生日密码。ナイ先輩。アクセス権限承認、目的地をセーフレイヤ学院に変更します。パスワードって本当に私の誕生日だったんだ。今のところ戦艦を送ってきた人に悪意はなさそうだけど。会被破解。何が起きたの？基本上没有吧，我没什么生日用密码。強制コントロールシステム。生日就四位数字而已。最高権限指令。加上出生年月，出生的话就19XX或什么XX。好，我来适应一下，好久没适应。那 BOSS 在吗？其实《崩坏三》还不错啊，这个画质还不错，说实在的。
这是翻滚，类似射击，所以我要特别一点。然后 X， 然后 Y 是什么？不然会消耗那个。他妈换了，不换了。这次不能 turbo 吧？哦，对了，这次不能 turbo， 这次的那个 A 键是那个，哦，死掉了，怎么这样啊？新手啊，完全忘记怎么玩了。A 按住可不可以打？不行，要连麦。被击倒，这个是原来还要花水晶过我是不是啊？有点想起来了，我的攻击。难打哦！他那个换人会不一样。啊，因为换人啊，他这个。他这个换了那个位置，位置换位置，所以我刚刚没换好。梅姐什么？反正我过了，但是有一个死掉的话，可能没办法三成就通关吧。可怜啊，可怜。ブローニャ、まさかブローニャ。好，太久没玩。制御不能になったのでは。适应一下，适应一下。ブローニャ大丈夫？ブローニャは大丈夫。直接来个 boss 战。ですが、姫子少佐、学園に戻ったらブローニャに精密検査をしてください。ブローニャはもうみんなの足を引っ張りたくありません。还没有，这边失败了。角色被击倒不超过五次，然后阵亡不超过一人呐、啊，所以死一个人还好。所以我不能被击倒就对了。哎，怎么突然送我们这个芥川龙之介啊？芥川龙之介是那个日本的小说家，是日本的文学家，自杀了，跟很爱自杀嘛，跟很多女生殉情，只要 Facebook 点赞哦、喔，别闹啦，不过去也不过去，等我一下，好回来，刚跳到网页去了，好，继续玩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养成，刚刚好难打哦、喔。这个要抽什么东西啊？祈愿之地，对我来说，我是这个超级新手啊！挑战奖励：世界地图、主选单。哎，差一点嘛！啊，为什么没有到下一关去？第一张哦，在这边。好，二之一，有没有难易度啊？有的游戏是这样，就是它如果分章节的话，可能第一章可以调难易度。就让你重打，然后有简单、普通、困难这样。这个应该有宝箱没拿吧？就是你要三成就得收集这个星星嘛，我现在没有，因为刚刚被击倒了。好，世界地图，初级主线章节，这个还没开，然后这个也还没开吗？材料远征哦，远征是怎样？
打得过吗？有没有战力推荐？推荐15级的。编入队伍。消耗体力22。我的我才有 V8 哎、欸，先不要打好了。因为他推荐15等啊，然后有一些目标有没有不可以超过120秒，然后释放两次大招，防守目标所以是守塔咯。啊，这边有一些玩法啦，玩法有分礼拜一礼拜二这样子分到礼拜天，远征探索18级会开，好挑战解析中，啥都没有。好，我现在新手账号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来玩一下主线吧。不可以死掉，受击数不超过40。打不过就是要去练啦，要去练角色。怎么又没有四川话？奇怪。这游戏怎么那么容易不视窗化？你有看我有没有在录制啊？他自己又全画面。好，女武神考试即将来临，我们应该是在学院里面吧？当学生是不是？哟，那种角色好像不太一样哎、欸。德丽莎好像是一个修女的造型，这是一个女仆，但是身上有玫瑰花。这游戏的字蛮大的、欸，真的蛮大的。这个远程的女仆是不是？闪避。好，歪大招。出现光剑。这感觉只是让你玩一下这个角色而已。交谈 RB。RB 是什么？都换的 RB。学院长，哦，他是学院长，我都忘了啦，我都忘了。他在关卡里面还要讲剧情，我觉得我们游戏音乐可能蛮大声的，我可能还在调小声一点，不然麦克风录不到声音。可是敌人来了。烧死他们，烧死他们！被打到是不是？
机甲坦泰坦机甲烧死他，因为他的这个技能必须压着我，然后别致的技能我不能压着啊，要一直按。对我来说比较辛苦了，因为我不想让我按的就坏掉，按太多这样，我觉得要再小声一点。这样好了，那我们的那个背景的那个 BGM 小声一点。好，慢慢适应一下这个热键，用摇杆玩嘛。AA 资历一哦，我资历怎么那么低？好吧。干球。OK。怎么突然这个滑鼠会出现？这个是我那个摇杆群弄的啊，马上就同步了。这位红头发叫做机子，第一次崩坏，然后产生了这个绿泽。2000年第二次崩坏，西伯利亚。讲历史是。我们还在关卡里面，是不是？お腹すいた。メイセ。他刚说什么？お腹すいた。肚子饿了吗？请选择一种崩坏表现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差在哪里啊？我选这个大姐好了。眠い。还要继续战斗。就这样哦，零分，为什么？他叫我们属性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机械属性、生物属性、异能属性、超强属性，不知道啊。应该是这个吧，机械、生物异能，机械、生物异能，异能机械，好难记哦。生物，所以我们要用机械吧，是不是？艦長と一緒にいると安心します。ドローニャ。我看一下、啊、用什么属性克制机械克生物啊，机械克生物、哦、对吧，机械是蓝色的，然后对方应该是机械吧，机械要用异能是紫色的吧，指示を。他说什么？他是异能吗？執行命令なし。所以我们要生物。警戒モードに行こう。这个家伙是异能，我以为是机械。啊，这个是机械、啊。那我们要异能克机械。好，机甲机械。好，用异能克制他一下。好啦，地形を観察中。所以咧，机械我要用什么克哈？异能吧，这只吧。OK， 有一个档是不是？又上方有一个档。
就三属性克制怎么办？不要用谁啊？来不及了，我要在那边想，就打死人。好吧，机械克生物，生物克异能，异能克机械。好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可是我要看那个颜色，还要记颜色，我不能弄简单一点吗？好了，二只过了。给我加歪哦，这样子。算了，我用滑鼠点好了。LT 到底是 LT 哟、喔？没有反应、有反应。好，23，我玩多久了？看一下，21分钟。那我们再玩一关吧。先说啊，我是新手啊，超级新手，比一开始的新手还要再新，因为我才玩一点点，然后就好久没玩了，都忘光了。好，机械克生物，哎呀，你又太快了啦，我们要复习一下。好，它的动画画质就比较模糊一点点啊。做梦，我们梦到了什么事？反正我们这个奇亚娜是算是生物吧，还是异能？我忘了它是异能还是生物。我们有三只嘛，有一个是大炮，大炮是机械啊。好，对面有一个少女，背后好多剑哦。未来最强好，追上他。这个是机械，那这个是生物吗？还是异能？这个图示啊。温泉に入りたいわ。ブローニャ、さく。よし。ちょっと不安かも。先进来吧。翻跟斗会踢人吗？还是只是闪避而已？这个应该只是闪避而已。哎呀，好，继续追吧。他的视野是自动视野啦，我们不太需要用去调整方向。烧死他们！
協力しないと勝てないと。不見了。不是满了吗？按没反应。完了，我要被击倒了。破他甲，破他甲。啊，可以。勉强吧，勉强吧。练度不够，我觉得我没有练，没有去练功。随便选一个。好，我被击倒都超过五次了，我被击倒超过五次了。好了，我再多练习吧，再多练习。有空的话，应该是没空。OK， 那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